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鹤文，是处女座的，然后我是一名演员，舞蹈、跳舞坚持了很多年。对我自己比较满意的部位，眼睛。最想拥有会飞的超能力。我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吧，书名叫《遇见未知的自己》，就是挺治愈的吧，也是给自己一些小的启发。近期吧，可能就这段期间里面会有两部电影。自己的计划是要去跳伞潜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慧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慧文，我是处女座的。三二一，走。后边的球别太挨着脸。脏。对。